真系好奇怪，乜嘢好奇怪？有的士都成日神出鬼没跟住我，佢仲知道我都好奇。佢点解会知嘅？佢跟踪你，hack入你电脑。佢似乎有种特别嘅能力，系常理解释唔到。即系好似嗰两个贼同你妈妈咁。我曾经都有特别嘅能力嘅。 你咪收埋咗啲种子嘅，唔得！你俾我啦，冇鼠尾草嘅能力，我唔够我的士佬斗噶。上次你中鼠尾草，成个人好似癫咗咁，你又唔同我讲发生咩事，我好担心你啊！冇事喎，我唔敢做，我就查唔到你阿哥死嘅真相，你阿哥又死得不明不白噶啦。阿哥件事我一定会继续查，但系喺我清楚知道黑色鼠尾草嘅力量系咩之前，我系唔会俾啲种子你，我系为你好，我决定咗。 医生咧都根据报告同你讲得好清楚啦，你所有嘢都好正常，个胎都冇事，只不过有少少出血啫。嗱，呢一啲咧都系属于正常嘅现象嚟嘅，你唔使咁担心噶。但系你面色好似唔系咁好喎，使唔使打电话叫你先生嚟接你啊？拎，化妆，识噶，嗯，咁你哋倾下。你冇事嘛？ 其实我都准备收工噶啦，我得埋你翻屋企啊！唔使啦，我自己走得啦。生命中总有过客，你爷爷我就系真真正正嘅精灵，僵尸爷。你有冇兴趣加入临时航母后援队啊？昙花一现，但念念不忘。小马，点解你会嚟咗呢度噶？啊！ 拒绝面对又再三纠缠，我替天行道系正义使者，上天要我翻嚟正化，好，我就杀多你一次。航魔的2.0